相信就算而家天气热到成30几度，都依然会有好多朋友仔会突发奇想约埋一班 friend 去打边炉，又叫做食火锅。你可想而知我哋年轻人究竟有几中意食火锅啦？大热天时都仲要去食，我哋节目组亦都唔例外。前嗰排我哋去团建又系食火锅，次次团建都系去食火锅啊！我唔知点解。跟住唔知边个提出一个好好玩嘅问题，就系、是、你做咩仲唔食嘢啊？你话咁多种火锅食材，如果喺里面拣九种出嚟组个组合，你话边个可以先位出道啊？我觉得首先肥牛应该有 A 级，同意，同意，同意。佢俾人一种感觉就系、是、无论系咩汤底，佢都可以 hold 得住。清汤汤底又得，麻辣汤底又得。我最欣赏的都是他那种自信，即是你会觉得你来吃火锅就是为了吃肉，就是为了吃肥牛。啱，我都看到他。如果肥牛是 A 级的话，那我觉得他的好兄弟肥羊都应该是 A 级。他的肉质虽然没有肥牛那么扎实，但他有自己的特色。高手。如果肥羊可以搭配更多不同的酱料的话，我觉得他应该都挺受欢迎的。好，下一个。牛肉丸，我超级喜欢他啊！我也是啊！我印象很深刻的一点是，他说自己是纯手打的，这一点真的很不容易。他是不是带了自己的手原创作品过来？是，沙茶酱。啊！他自己作曲、编曲、填词。我觉得这首歌会红，真的。听日整个地方放的都是牛肉丸的沙茶酱。嗯。但他太慢热了，肥牛和肥羊都六几下就熟，但他还要录很久一段时间。火锅呢个行业不是每次都有时间俾佢慢慢熟。我觉得你不需要担心呢件事，牛丸熟了佢自然识得蒲头噶啦。如果佢嘅肉是多啲嘅话，咁我觉得佢需要更加多嘅时间嚟熟，是合理的。好，咁牛肉丸 A 级。下一个 Whiskers Boys 内装男孩，佢哋呢一对实力都好好噃。毛肚皇后鸭血鸭肠，我全部都好中意。佢哋参加呢个节目之前就已经好出名噶啦，啲人叫佢哋做麻辣火锅嘅四大天王。我觉得他们可以全 A 通过。嗯，但你不觉得他们太偏科了吗？我们是火锅练习生，不是麻辣火锅练习生。他们平时都是浸开麻辣汤底，如果有一天我要求他们浸番茄汤底，我觉得没问题啊。现在大家都喜欢吃鸳鸯，我觉得他们可以成为麻辣担当。好，经过讨论， Whiskers Boys 的评级是全 A。希望你们都可以好好努力。咁针菇好像没什么突出的地方，就给人感觉很健康咯。嗯，即是如果有其他肉类在这里，你会很难注意到它的存在。没错。那 B 级呢？咪住，你们没发现我们刚才评的 A 级全部都是肉类吗？那谁负责 balance 啊？只是吃肉怎么可以？ F 级。你会觉得你这样评级有失公正吗？我完全不明白为什么午餐肉要来参加这个节目。吃火锅为什么要点午餐肉啊？我不希望在我火锅里面见到任何的坏身。牛肉丸可以 A 级，为什么烤鸭不可以啊？我觉得你来错了节目。我们这里是火锅练习生，不是中国有烧烤，我们不需要培根。想应聘做编剧，请问你觉得你的优势是什么？我没头发。恭喜你啊，星期一来上班。你觉得你为什么可以胜任王宁这个职位呢？我没有女朋友。太好了，星期一来上班啦。